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the media workshop of Audi A7 Sportback. 介紹呢架 A7 Sportback之前咧，不如我哋首先有請合迪汽車有限公司市場及全新經理吳偉豪先生上台為我哋致辭。誒，非常之啊！多謝曬，再一次歡迎所有傳媒嘅朋友。咁啊，再一次歡迎你嚟到我哋全新嘅 Audi Carlon 啦，亦喺我身邊呢部Audi嘅A7咧，亦都係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 同埋呢個亞洲電影大賞嘅指定嘅 premium car 嚟嘅，好啦，咁唔好再等太耐啦，咁啊而家不如請我個同事阿 William 咁啊上嚟同大家講解一下 A7 有啲咩特色。咁我哋其實 A7 咧就會有兩個唔同嘅 model 啦，暫時。咁就大家可以見到啦，呢一度其實係18粒LED燈排埋一齊，亦都可以做到我哋Audi嘅一個4巴。 大燈細燈冇燈，其實都會喺曬入邊。咁變咗喺紅睇眼燈，其實亦都會非常之清楚咁知道呢部車想做乜嘢啦。車嚟緊啦，又或者架車其實有複雜嘅位，你哋過。 咁你打燈啊！再一次多謝曬咁多位傳媒嘅朋友啦，同埋咧又可以請我哋嘅傳媒朋友咧一齊上前同呢一架全新嘅 A7 Sportback 影相㗎。